新冠疫情在美国确诊的部分呢，人数已经突破有1500万人了，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。而为了让小朋友能够在疫情期间精进学习，所以呢，佛光山的纽约道场首度的把三好儿童课搬上云端。And we're going to table pose. 铺好瑜伽垫，准备上课。Not thinking about what you're going to have for dinner.除了瑜伽课，还有禅坐课，相当丰富。美国纽约道场十月初把筹备已久的三好儿童班推出，带领20多位孩子云端上课。除了说，这个一般的佛教课程、文化课程，学习完之后呢，还有一些，不管是学习禅坐啦，还有我们的青年大哥哥大姐姐们，好多的这些学习非常的活泼。然后又有很多很丰富的学习哦，所以我说我们的小朋友们呢是最幸运的小朋友。This class.美国确诊人数居高不下，人数突破1500万，疫情仍然处于高峰。佛光山纽约道场首次举办线上三好儿童班，带领孩子学佛道，了解三好理念，丰富课程，让小朋友多元发展，疫情间在家精进成长。人间卫视美国纽约综合报道。